机器来啦。我们开箱。这个是饮水机吧？是饮水机。好，我们开一下啊。那个，对，乔夫先开起来看看。其实水还是很重要的哈，小姐姐说的。那天水是生命之源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水还是很重要的。但是这个也是经过小姐姐研究一下，说这个比较适合我们家。但是具体的不知道，我们可能会不会在就是过滤的，在使用过程中再跟那个吧，边用边摸索，在摸索。会不会很大体积？那天说我总担心说我很占地方。我们现在是放到厨房这一边还是放到？待会看，打开来看看。先打开，我也不小哎。蛮大的，是不是这种东西越大越好？占地方。哪边是底座？应该是这样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拿反了，好像在这儿是这样正的，没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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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关在后面。应该没错，还行，好像它有一点三角形的那种。哎，姐姐。姐姐你看漂亮，这怎么用，你能不能这会高级吗？非常高级的，这是有 four steps。 four steps 你能解释一下吗？这是三角哪四个 step？ 这些东西装哪里？你当时说的就是有一个 filtration， 有 一个 sedimentation， 就是沉淀的，然后是 filtration， 就是过滤的，过滤，然后最主要的它是 reverse osmosis， 就是用压抑把水推出它的细胞里，它叫反渗透。yeah， 反正就是会把 chemical 什么都 remove 掉。它有专门他们的视频，你打 Aqua True， 它就会。我先把它拆开。对，可以去看，因为我们也是这个试验阶段，我们也不太清楚这个好不好。那这牌子很有名的。啊，它这个东西要拿掉，好不好？那你把这个输进去。在 YouTube 上，你放到电视去看。来，乔夫，你这样子哈，我们今天还是要把它装起来。然后呢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希望说跟网友分享一下怎么装的过程。然后这个的简单介绍说一下，因为我们不懂，这个也不是他们赞助我们的啊，这是我们自己花了多少钱买。因为我们既不是做广告，也不是受人赞助，只是说我们家需要就是一个这个净水器。这个大约多少价格？我花了500多块钱，500多加币吧，500多加元。然后是这样子，他说这个是有四个层次的过滤吧，应该沉淀，先沉淀。还有这个就是过滤活性炭，然后就活性炭一个细胞反向过滤。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搜一下这个牌子，好吧？装起来之前先把它拆开，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机器，从箱子里面拿出来。这有三个过滤配件。一个电源。就是这样子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把这个是pure water 过滤后的水，这是就是最后喝的水在这里，对吧？过滤后的水，这个是从装自来水的箱子啊，这个到自来水里面去接水。好。然后这个就是个机口，然后这边的两个胶条撕掉以后，这个侧边这个侧边这个箱子可以打开。打开你会看到三个这个过滤底座，到时候就插这三个配件。那也就是说它的几个步骤其实就是通过这些，这个是碳嘛，我刚刚看了。对。啊，那个是碳。你看黄色对黄色。蓝色对蓝色，绿色对绿色。对。你别把这个封口给它撕开。它这里是有一个。这些应该按说明书都是要有定期换的哈。对，按说明书来。
黄色的是每六个月，绿色的是每十二个月，蓝色的是每二十四个月。哦，它是不同的。对，那么但是它也自己也会有个灯，它也会提示你要换，对吧？在这里，在那个盖，对对对，它会显示。你刚才还有一个侧面的呢，侧面的盖，它是在这里会显示，好像。这里没有。等待我插完电源。好，插完电源再看，然后你现在就把它放进去。那黄的对黄的。这红的倒是要对这个。进去了。要旋过来。把这个红的标签旋出来对下面。好。好。把盖子盖上。现在呢？然后现在在使用之前，把这两个水箱都清洗一遍。好，用 soap 跟 water， 用那个洗洁精。用洗洁精跟这个温水。水。我这辈子我从没有，我这么多年都没有开过 drive through， 所以我带你去 drive through， 我请你吃 burger。好吧。好吧。Daddy 又吓出一身了。我妈怕我卡在 drive-thru 里面，卡在 drive-thru 后面对牌。你可以想象，怕把人家装这个碰掉。不是，不会，你想象哈，后面排了好长好长队，然后喇叭大响。因为那台车开不出去。你想去吃 AW 还是 Burger King？ Whatever。OK。好，现在这个洗好了，放进来。你记得这个步骤哈。他现在就要装吗？这个装完以后不是马上就能用，你要让它过滤过来，循环四次，过滤过来做四次，过滤过来倒掉，过滤过来倒掉，做四次以后才开始用。就是这是第一次用，它要这样子是吧？第一次新机制，你要先让它先过滤四次，四个循环，四个循环大概多少时间，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对，好，这水这里。然后今天一整天就是让它在这里循环，我看四次要不要花一天时间，一会儿再给大家报告。装完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电源。现在位置要放在哪里？我们放这儿吧，这因为那边，这边因为那里有一个电源嘛，刚好就可以过，或者这底下也有一个电源。那是要靠外面，因为大家要拿水箱。对对对，这个对对对，这个柜子。是是是，我们就放这里吧，就放这个桌子这个地方。我就暂时这样子吧，暂时这样子，好不好？这地方不能有太阳直接照射的。这里没有太阳直接照射。不能有热的炉子啊。那就这里就对了。如果放在那边灶台都不行。这个就是插完以后啊，后面看这还有一个电源开关。开关以后它再开始工作。开。这边就亮了。你觉得是这样放吗？还是再进来一点？我觉得这个它很好玩，它是三角形的嘛。那你要这样放吗？就是要方便取出来。对呀、它总是一个角不平。有点三角形。姐姐快来看，这是什么？好可怕！有粉出来。清理四次，然后把水倒掉，是吧？它等于先要清洗它里面的东西。怎么会放烟雾啊？它？你觉得是空气泡泡吗？啊，会浑浊。吓我一跳。对啊，我还以为怎么了。它速度还是蛮快的。机器停了，你怎么听到它声音没了？没有声音了。好，那这里的水，然后你看这边也没有过滤的标志了，本来它这有过滤的那就说明它已经停止过滤了。对，那停止过滤完以后，这边就废水。剩下的水就是废水，不能用，只能倒掉。这个就是我们当初跟芬妮说的这个机器的缺点，就是它浪费水，会有点浪费水。但是因为你喝的用的水不会量太多，所以
这样的废水不算算浪费，如果多的话这个量已经算了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拿去浇花呀、或者对，你可以做别的用，做别的用，不要浪费掉、那但是你喝只是过滤用来喝的话，浪费这些水你就又值得，因为你喝进去其实是很少的。对对，好，那现在现在那现在就这个是第一次用，所以要第一遍，然后把全部倒掉是吧，包括这个也倒掉，这个也要倒掉，那就要做四次。哎，刚才一次大概就十几分钟哈，十分钟啊、好像还可以。好，现在已经过滤四次了哈，四次了，他说再清洗一遍。你每一次要这样提起来再倒掉，倒掉再取水，我怕它以后在接口地方会容易漏水，这样我不知道。你觉得就是每次都要拿起来是吧？对啊。哎，那我们能不能往这里这样加水呢？加水可以，但是你废水都得倒掉，你都要提起来倒。哦，这个就是我觉得你觉得它的一个缺点是吧？就是说每次都要提起来。就你不提起来都不行，就是往倒水往这里加都不行，因为加可以、不是因为它有废水，就你每次都要去倒废水、你要倒废水，所以就变成你会担心这里一直弄一直弄会不会容易坏、是吧，即使有橡胶封密封的话也会老化，就你毕竟就是要一直提起来一直提起来，对呀、就这个就是你、脆弱的地方，你觉得它这个缺点是吧，有可能啊，也许它是很牢固的，但是我们要用才知道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了，这个要放在这里。这个好好好，够了够了，不要那么多。你说人家搬新家是喝香槟吗？过滤水。喝下甜不甜？你先放下来，我闻一下可以吗？看看有什么不同哈，我去那边看一下。绿色的是普通的。自来水，这是我们过滤的水，你就闻一下这个，闻一下，对对，都不咸呢、他鼻子不灵吗？你去闻，你闻得出来？你觉得闻？你闻好不好？哎，这个有那个氯气，对。这其实，在温哥华的水已经是很好了，因为温哥华它不是地下的水，是那个山上的水。不是，它是雨水、所以呢，它里面只是有那个 chlorine， 所以已经很好了。不同，我说实话，其实我们的过滤是过滤像那个水管里，就是装水的东西，不是水本身的杂物，因为温哥华水其实本质挺好的。是不是有种清甜啊？好甜呢、这心理作用。真的好甜耶、我觉得这是心理作用，但是确实味道没有了，没有，反正就健康点嘛。老话说得好，幸福不忘过滤机呀、哎，是真的感觉健康一点，这是心理作用。但它真的是健康点嘛，好对不对？好，健康就好。水的透明度是挺好。那总之没害吧？反正就少身体里少一点那种沉淀的东西，对，你身体里至少少一点那个水管里面的呀，或者他们消毒产生的这些东西，化学物质啊。人家说这个废的水、有的地方废水很咸啊，你知道吧，你去尝试的废水你就知道了。好吧，我们现在来比较一下这个废水跟出来的水有什么区别。这个确实会有一点浪费水，但是我们要把它收集到一个桶里面做别的用。这每天这个插拔也是确实是一个很感觉不方便哈。哎，好，够了，废水拿这么多。你要跟这个透明度对比一下。透明度是一样，你看你拿到玻璃杯看了就一样了嘛。那我们给它倒成一样的那个高度，就刚才我们在机子里面会看出透明度不一样是吧，这个还是废水，透明度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不一样。好，我们现在尝一下有什么区别哈，这个废水啊，这个废水一股臭味，是吧，这都在你的身体里呢，你闻一下。 Oh my god， 哦、oh， 对，你给那地上
常吗？那个简直会恶心那个。啊，这是化学味啊。完全的化学味道，你就喝一口，你必须得喝一小口，抿一小口，抿一小口。嗯，塑料的味道。对，就塑料。对对对。就那不是也不是塑料，它还有一种很奇怪的那个味道。哦，好难的，好难受。就是塑料烧焦以后的。不是不是，就是清晰度来比看不出什么。对，因为你不是比清晰度。对对，但是我吃起来确实是。Oh、你看这个是清甜的，没问题的。赶紧漱口一下，用这个清水漱口。你说这些一般都是喝到身体里去的。嗯。哦、我没想到它会那么难喝。嗯。有点像那种游泳池的旧的水，你知道吧？嗯，我说我教你一个 trick， 我们老师教我们，就是水，如果你不喜欢那种漂白的味道哈，嗯，你可以把水放在一个大的一个 container 里面，你放在外面30分钟，它就蒸发了，嗯嗯，你就不会就挥发了，不是蒸发了，蒸发是有蒸汽，就是水咕噜咕噜开了以后，那叫蒸发，或者有热气的。挥发就发了，姐姐说就发。好了，那你现在你们去农场吗？他还没干完，他的事。嗯，我。那我怎么开门的？你开我这边干什么 ？Hi there. Hi. Hey, I just saw the spicy habanero. Sorry, can I change it up entirely? Can I have the teen burger with, the root beer and onion rings with the diet root beer, and then a spicy habanero chicken burger, please. Also a combo. So you want teen burger with onion rings and diet root beer? Yes. And then a Papa Cheese burger? Yes. Thank you so much. Okay. 现在要开出去，重点这种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Okay, are you ready?